行，腿装晕了。哦，也没，他都在练腿，脱裤子，脱裤子。我的手很好看，今天不脱衣服，但你可以看我的手了。哦，好新哦，一部分，这个很新哎。全场把最大声的尖叫声给李浩洋吧。这次演唱会的嘉宾好像都是我上一次去参加他们的。对啊，这次一起来到我演唱会。哎、欸，我刚刚在后台看，我哇很感动哎。我觉得这算是我看过演唱会好看的前三名。而且到底谁可以这样子从头到尾，然后这么稳这样唱？过奖，我不知道要讲什么。谢谢。哎、欸，他单身，太太在哪里？我跟大家说，他最近那个就是来开演唱会嘛，他演唱会前健身健很勤哎，就没有健出一个成果。那前一阵子死三步走，有没有健身？有没有健身？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在练腿，今天可以笑一下。腿装晕了，哦，也没，他都在练腿，脱裤子，脱裤子，就没有很好看。我跟你讲啊，我跟你讲，我的手很好看。你可以看看，对，今天不脱衣服，但你可以看我的手了，这可以吧？满足到好新哦，一部分，这个很新哎，我有说很好看，还有哪一首很好看？感觉他们还想听一首歌哎，哦，哪一首歌？那一首。就是这一首。